OK，我们现在进入 LRT Timelapse 5.0 Pro。相比于4.0 Pro，它其实5.0有很多更新和优化。下面我们就是对这些相关的特性做一些基本的介绍。首先打开 LRT Timelapse 5.0。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相比于4.0不一样的版本，就是5.0的。目录有很多新的小图标，比如举个例子，我点击这个文件夹，这里看到一系列相关的图标。最左边的这个图标其实就是我们的关键帧，然后对应右上角就是自动过渡、可视化去闪。可视化预览等等，这些图标可以比较快速，并且容易让你进行一些素材的整理。你看到这个图标，你大概就知道自己做了哪些步骤。这里有个小勾，就是这个小勾呢，就是相当于你是一个手动控制的，你可以手动把这个勾加上，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在末尾可以找到它的渲染视频，也就是说，如果你用 LRT 导出，在 Lightroom 用 LRT 的插件导出这个视频的话，你就可以在末尾看到那个视频的连接。这对你素材管理是非常有用的。下面我们先通过整个 LRT 的这一个工作流进行一些基本的流程介绍，看到五个面板。其中就是渲染视频、基本工作流、可视化工作流、长期，还有视频工作流。其中后两个长期和视频工作流，我们其实用的不太多，这里就不做介绍了。我们主要进行一个可视化工作流的介绍。可视化工作流和基本工作流主要不同点就在于，基本工作流的话，如果你照相机是用 JPEG 拍摄的话，那么你就用基本工作流；如果你是用 RAW 格式拍摄的话，就用可视化工作流。这里比较推荐的是大家用 RAW 格式拍摄，因为宽容度等等原因，使你在延时摄影的后期处理有更大的空间。接下来我们的例子也会说明这个 RAW 格式拍摄是非常的有用。下面就看一下导入菜单。好，现在就是我们的导入菜单。导入菜单的左边是导入源，右边是导入目标。可以看到左边是你已经在硬盘上的文件夹。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支这个 LRT 并不支持中文目录，所以你要进行英文目录。这里有一个选项是不导入 JPEG，是因为你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是常常会有 RAW 格式和 JPEG 格式一起拍摄的这样一个设置，但是你可以把它取消掉。如果你是有这个格式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导入 JPEG，因为 JPEG 并不会被你的相机进行处理，我们处理都是 RAW 格式。你导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文件已经导进来了。2017年10月份拍摄的一个博雅塔黄昏渐变。你在导入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已经建立起第一个图标，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数据信息已经写入了，所以第一个图标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整个视频的这样一个预览。但是这段素材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它这个晚霞已经是，我们的天空出现了过曝的情况，导致我们晚霞的这些细节全丢失掉了，所以就非常的平庸。那这就是我们要拍摄 RAW 文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足够的宽容度，可以把上面丢失的细节给拉回来，在 Lightroom 里面，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处理。首先是。你和你视频里关键帧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
我设定几个关键帧，然后帧与帧之间的这个变化它是渐变的，增加了四个关键帧，但四个关键帧就前面这四个关键帧应该是 OK 的。于是我们在这个部分应该多加一些关键帧，比如说在快要天黑的时候加一个关键帧，天色开始变化的时候也加一个关键帧。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关键帧。好，加完关键帧之后保存。接下来我们要打开我们的 Lightroom。点击鼠标的左键。按住不动，进行一个拖动，就是按住好鼠标左键，然后不动进行一个拖动，然后放开鼠标，它就自动导入了。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的是添加，不要选择复制，选择添加。OK，我们看到我们的素材已经开始导入 Lightroom 里面了。Lightroom 的目录里面。已经有我们的素材，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如果我要处理的这些素材本身就已经在 Lightroom 的目录里头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个办法也很好解决，就是在上一步你点击了保存以后，我们就直接进入 Lightroom 的目录，然后我们选取上方的菜单元数据，从文件中读取元数据，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 LRT 里面其实做的一些初始化的一些操作，全部都对应到 Lightroom 里面，其实和你新导入文件的效果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一个文件里面有不同的星级，我们通过右下方 Keyframes 点击 Keyframes，这时候它就会以星级做一个分类，把你刚刚选定好的几个关键帧。全部都选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进行关键帧的调节处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进行关键帧的编辑，点击进入，修改文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图，在这个原图里头，就像刚刚说的，我把我的高光拉下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就看到这个夕阳的变化已经出来了。如果我们是原始文件的话，复为原始文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过曝了。OK，我们把高光拉下来。这关键帧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进行很多处理的。就是我们需要值得一提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就比如说是进行一些基本的处理。这里我就稍微很快演示一下，进行一个处理。在整个修改照片的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修改照片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个功能，就是镜头校正。就镜头校正的话，平常你修照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LRT 的流程里头，可能会造成一些，流程上的错误。如果你使用 LRT 进行照片修正，就不要使用这个功能。然后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滤镜，我们有镜像滤镜和渐变滤镜两种。比如说是，以渐变滤镜为例，如果你新加一个新的渐变滤镜，那会导致整一个 LRT 流程都受到干扰。我们要进行滤镜的改变，局部改变的话，一定要使用它自带有的一些滤镜。比如说是它自带两个镜像滤镜，刚刚大家也看到它自带有四个渐变滤镜，我们可以用这些渐变滤镜和镜像滤镜。进行任意的修改，甚至你可以用笔刷，你可以移动位置，但是就不要建立新的渐变滤镜和镜像滤镜，使用它自带的几个进行修改。我把高光拉下来，这里你可以使用笔刷、画笔。
经过我们的调整，第一张照片基本上已经调整完毕了。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来讲，我们把第一张照片的相关设定、相关的调色复制到后面的照片，我们一般都是采用 Ctrl Shift C、Ctrl Shift V，但这里不应该这样，应该采用 Scripts，就是 LRT 自带的一个脚本。对，大家看到现在已经所有照片都已经赋予了第一张照片相关的预设。这里不要用普通的 Ctrl Shift C 加 Ctrl Shift V，是因为这容易造成错误。大家还是记得使用Lightroom 目录最右边 Scripts 下面的一个 LRT 的脚本，这个脚本是专门为 LRT 流程创建的。我们修改完所有的照片之后，返回图库，Ctrl O 选中所有的照片，Ctrl S，它会弹出一个原数据是否储存到文件。我们把所有原数据储存到文件。你也可以通过点击原数据，然后将原数据存储到文件，这样一个选择是一样的，和 Ctrl S 就是一个快捷键。然后你选中，然后把这些元素就储存到文件里头，返回到 LRT 里头，进行一个重新加载。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这样的小点，这就是我们刚才进行的一个关键帧的这样一个处理。我们可以选看所有关键帧，这些都是你进行一个关键帧的这些处理的一个数据。我们选择自动过渡。可以看到，你刚刚的这些数据就全部进行了这样一个自动的过渡，然后选择可视化预览。可视化预览的话，就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好，我们进行一个等待。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处理过后的这样一个做了一个自动过渡之后的这样一个素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好。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画面比刚刚的那个色彩已经鲜艳很多，然后因为它的细节也出来了，但是整个画面还是，过渡不是很自然，有一些闪。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红色的、粉红色的这样一个曲线，代表的就是视觉亮度，就是说我们处理过后整个视觉亮度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到整个视觉亮度还是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意思就是它渐变其实是，不平滑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行可视化去闪。我觉得 LRT 的可视化去闪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功能，特别在5.0中增加了一个多通道去闪。多通道去闪的意思就是我们先进行第一步初步的去闪，然后之后系统会自动进行第二次去闪。比如说我选择的是4次去闪，那么系统总共会帮你进行4次去闪。这和4.0中一个很大不同，就是4.0，你每次去闪完毕之后，你都要再等待，然后再就是不停的等待去闪完，然后系统会自动更新，然后这时间你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之后你再手动再调一次，再去闪一次，然后这样会不断的麻烦你。而现在你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多通道去闪，你第一次就可以选好我总共要去闪几次，中间你不需要有任何操作，系统都会帮你自动进行一个去闪的完成。OK，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去闪的平滑度，这平滑度你可以选很高，比如这样，但是千万不要很高，因为很高的话会看起来非常的不自然。我们一般就会顺应你这个整个大体的一个曲线。我们顺应这个曲线，不要进行过度的修正。矫枉过正，往往会让你的这个视频看起来会很奇怪。OK，我们大概选择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去闪，然后我们选择4次去闪进行一个应用。然后现在整个
软件就在帮你进行一个可视化驱散，它会重新计算每一条曲线应该进行怎样一个调整，然后它会进行帮你进行调整。这个时候你大概要进行另外一段的等待时间。OK，我们等它完成，我们再继续。OK，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素材已经初步驱散。现在我们来整体看一遍我们的素材。中间稍微有几处有一点跳，这个可能需要我在后期。Lightroom 里面进行大量的微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一个驱散效果还是相当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返回 Lightroom。我们看到我们的素材在 Lightroom 里面有一些改变，是我们的光线帧变了，其他的素材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不要紧，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我们的调整，首先可以看到所有素材它其实原数据已经改动过，只不过是还没有在 Lightroom 里面进行修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把它的原数据赋予我们的照片。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 Lightroom 目录左上角，点击原数据，先全选文件。跟数据，点击从文件读取原数据。你点下这个读取之后，我们在 LRT 里面进行的所有修改，都通过原数据改变的方式赋予了我们的照片。我们的照片会做出所有我们做出的修改。我们只要稍等一会儿，就会看到所有照片都更改过来了。OK，现在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已经更正过来了，Lightroom 正在缓慢的读取，现在我们返回到我们的 LRT 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的渐变中，其中有几帧单帧似乎自动驱散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整体功能其实挺好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两张照片它很难识别出来，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返回 Lightroom 里面，对这两张照片进行微调，也就是说整体驱散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某两张照片还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对这两张照片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主要就是对照片中的一些过渡，让它过渡得更自然一些。可以参考 Lightroom 里面的照片的序号和 LRT 里面照片的序号来确定出是哪两张照片需要一些微调。我们对相关的几处去向不是特别好的地方进行一些微调之后，基本上整个片子就可以导出了。导出选择，首先导出要选择再转到图库中的文件夹，这样的话，你就是在文件夹中才可以导出，否则在收藏夹里是不能导出的。我们选择导出。我们导出到 Export Timelapse，我们选择的是 Timelapse 的导出插件。选择你要保存的路径，这里我们保存在 F 文件夹中的
Leech Timelapse 这个文件夹里。OK，我们选择导出。选择用 LRT 的插件导出有很多好处，就比如说是你可以之后直接输出到 LRT 进行视频的渲染，这是非常便捷的。在 LRT Timelapse 5这个软件里头，相比于LRT 4，它有一个新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支持在 Lightroom 里面导出的时候，只要你用的是 LRT 插件，它会同时让你导出多个文件之后，把你渲染成视频。也就是说，它适合多任务导出，比如说你可以调好很多个文件夹。比如你调好很多个文件夹之后，你导出之后就会发现，它会自动把你导成视频，它一个一个导成视频。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在你平时工作生活中，你可以完全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你只要点击导出，它全都是一次性帮你完成的所有的工作。这意味着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所以这是 LRT 5里面一个非常有用、非常有前景的功能。OK，现在我回来了。视频已经导出好了。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LRT 里头本身的一个自带的视频渲染器。我们选择ProRes，这是点 MOV 文件，选择 Source，也就是说源大小。品质、帧率这些都可以自己选。帧率我们一般要么是 NTSC，是29.97，PAL 制式是25，品质的话你可以选择高或者说更高一点，其实高已经非常好的品质了，所以如果你的电脑你需要文件比较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高，强制输出16:9，我们点击取消，LRT Plus 运动模糊可以选择低，选择一点锐化。然后调整完这些参数之后，你就可以导出视频了。这就是整一个电视摄影在 LRT5 和 Lightroom 同时协作下的一个处理流程。Imagine a world without you, American girls. I'd like to be part of the world around you. Driving a car by the seaside, watching the world from the bright side.